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女生化妆跟男生化妆其实还是有区别的。我的父母有正面的冲突，就是这种属于观念上的一个分歧，并不是真正的他觉得化妆不好或者怎么样，他只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男生日常化妆。男性还是有一点羞涩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对他来说，最佳的一个购物方式可能并不在店里面，而是在 online 的这些地方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，我们主要的还是要把精力放在 online 这一块。